好，顺风球李正。好，今天开始啊，是我们三多的传统啊，队长决定战由辣哥队 VS 银鸭队哈，这礼拜胜率高的那一边哈，小队长就自动变成大队长了，他们各自选出来银鸭队，看一下银鸭队的拉金阿斌、豪尔、雨琦、齐宇、雨辰，好，小苏打是最对的，好，接下来小杰、小郭、阿迪。好，当然因为我们人也有点多，所以表现不好的可能就会被老师淘汰了。好，说不下你正接力，请多多指教。好，握个手，先礼后兵。好，表现不佳的老师就会注记，明天连选都不能选。表现不佳的连选都不能选了。先失误，好，显然哈，辣哥这一队选人比较偏重于进攻，银鸭这一队相较之下进攻没那么好，但是比较平均一点，所以两边到底比赛结果怎样还不知道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好，斜眼球，胖虎不错。没有没有。好的，好，现在逆转了，比赛两分钟。泽安三颗了，小只的到底处理掉了？还有大概一分钟，那个出手。你们是领先的，好的，没关系啊，你比数算一下，还领先一个。对啊，你们为什么要急着失误呢？
你不要失误，你船很慢，你还是领先，你还是赢，你为什么急着失误？我都搞不懂。为什么要一直给他？十秒。差一个而已哦。啊，时间到。好，换场。可以跟他跳过。继续。好的、哦、你看你们要急着失误，再讲一次，他没准备好，他也没有躲开，哎，这一球你才要拦啊！他都送过来给你了，你还没准备？你刚才在想什么？你都没有拿好，你为什么急着攻？你要跳，太早蹲了，整队速度你要专心，你才有机会守住嘛，再退。不要急着失误，来看好，对，已经三颗了，连失误三颗。
没有，没事。20秒。好的。时间到。